四平八稳的跟龙队打，确实难度太大了。哇，漂亮！漂亮！哦，漂亮！远好像是从就是深圳人，深圳对，培养的那种超级球员，对，马龙就一直带的，那么到2016年才终。哎。好球！上来就搏了，搏了，那说明他还是想的对的，因为落后了，你再跟四平八稳，三分的劣势抹平了。除非林高远，你各个球都打成像这三个球的这种质量。哦，每个球都打成这样是。先拿下一局，是2-10，在灯重新开了之后，角度如果像年轻的选手，他们能多带些冲击，对主力队员。是吧？哦，漂亮，好球，对。对，今天的哇，幸了，要是拉直线的话这球肯定，但直线难度也非常大，确实。来，你看，哎，又一个漂亮，这个就是，你看，哎，这就是注意的这个角度就多了嘛，对，他你看，哎呀，来了，哎，这林高也真的是打了一波走啊，对，什么球，这球实际来讲马龙已经晃住他了，又是，对，已经出现小半高了，对。又一个，哎，哎，有变化，发球有变化，拉中间了，你看，再来，顶的这个压力也会很大，啊，全让你，全让你正手接，哎，啊，这会儿白端，哦，漂亮。哇，好球！啊，这几个球的，哎，啊，所以还是抓到正手这个漏洞，对，还是这个点哈，对，还是这个点，就是这个点。